刘备在蜀中称王，汉献帝是什么心情？公元189年，和晋妖董卓带兵入宫，董卓废汉少帝刘辩，立刘协为天子后称汉献帝。汉献帝刘协，公元181-234年，从小的 IQ 和 EQ 都未优秀，但是自作了天子后到处受权臣限制，无力不得发挥。公元196年，曹操掌握了刘协，也就是出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。但曹操虽为枭雄，相对董卓要好，曹操掌握了刘协，但仍然把刘协按君主一样供着，还将三个女儿嫁给刘协。曹操想做魏王，还要刘协赐封。直到曹操身后曹丕转位，单汉建魏国讽刘协为山阳公，见天子不必下跪在山阳地狱，仍按汉代礼节。而刘备在听到曹丕废汉立魏的音讯以后，马上在蜀地对外声称曹丕杀戮汉献帝不久，称帝打着为献帝刘协报仇的旗帜。史称汉列族要小的刘协，其实召唤全国秦王鸡贼皇叔刘备就是受召者中的一个。多年以后，昔时受召者几位大臣简直死光，唯有刘备不断在固执的抗争和斗争。在小的刘备结合东吴赤壁一战大破曹贼的音讯时，他也是欢天喜地的曹皇后身。在囚笼之中的刘协已将为大汉复仇的全盘期望寄予在刘备身上，但是在得知刘备占有了荆州，又西进入蜀，占有了天府之国四川益州，权力失掉极大的强大，刘协的心境变得复杂了。由于荆益州两州本为汉室一切，现在汉家的宗室们也只关怀怎样稳固和扩展自己的地皮。现在的刘备在蜀中称王，他仍是昔时承受密诏时的刘备吗？已是。当刘备在蜀中称帝的音讯传来时，